看这一题，他说 A、B、C 哈成等差 ，B、C、D 成等比啊，那 C、D 成呢调和，那要你证明说哈 A、C、E 哈它是成呢这个等比啊，要你证明 A、C、E 它是成等比。好，首先的话哈，这三项如果成等差的话，我就知道呢这个 B 哈是等于二分之 A 加 C 啊，那这三项的话呢，成等比的话，我就知道 C 平方、哦、是等于 BD 啊。好，那这个成调和，那我就知道 D、哦、是等于多少呢？C 加一分之二 CE 啊。好，那现在证明什么呢？证明这三项是成等比的话，等于是我要证明什么 ？C 平方、哦是等于 A1 啊，好，要证明 C 平方等于 A1 的话，我们晓得 C 平方是等于 BD 嘛，哦 BD， 那 B 是二分之 A 加 C， 啊乘以 D 的话是 C 加一分之二，C1 才对啊，这写错了，二 C1 啊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二可以消掉，然后的话哈。这里有个 C， 这里有个 C 啊 ，C 也可以消掉。C 消掉以后哈，我把这个 C 加移过来，把它乘过来，就 C 加一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A 加 C， 它乘一啊。好，那这样我就晓得哈 ，C 平方加 C 一等于 A 一再加 C 一啊，那 C 一可以消掉。这样就得证了，所以 C 平方呢是等于 A 一啊，所以哈、哦、C 的话哈、哦、是那个 A 的它的几何中项，所以我就晓得哈、哦，所以呢 A C 一乘什么，乘等比啊，哦这样的话就得证了。